我爱专程挂嘴安。另外，饲料跟牙齿啊出入口会维持人口流动的管制，排队的时阵嘛将维持安全的距离，禁止饲只跟哪行哪只。食物件所在跟食料你会打，爱装隔板或者是看挂。防疫期间，鼓励大家订餐炸得去或者是挂上，多多使用行动支付。经济部也跟各地市场牙齿啊合作，推出网络买菜网，帮助摊商升级转型。市场跟牙齿啊会做好防疫管理，打造安心的采买环境。重视人生，成就生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未来。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这个在你读诵大乘经典的时候，有时候你自己就会开悟的。什么叫开悟呢？在我们帮助别人行菩萨道的时候，他会有时候不精进了，心里杂了，怎么杂的？哎呀，这样一天好累哟，净帮助别人了，那自己呢，修行好像没得力，应当自己是坐静家修炼去。这一天就帮助别人了。我曾经在念经的时候，念念好像怪咳嗽了吧，就打盹儿。打盹儿得到一种启示，说你在干什么？菩萨行菩萨道在干什么？不是说到山里头修行啊，说山心里帮助什么？咋叫行菩萨道？行菩萨道没有自己了，什么自己修行不修行，持戒不持戒了，精进不，没有自己了，把你全心全力看一切众生，维护一切众生，牺牲自己利益他人，这才叫行菩萨道。而自己坐那儿修行，你行什么菩萨道啊？你度谁去啊？谁得到你的好处了？你都山里修行，你自己在那儿供个观想，没人进香，没人能得到你的好处吗？这叫行菩萨道吗？就是准行菩萨道。你没的本事怎么能行啊？说先修炼本事，等我有了本事再去做，这是一种菩萨。另一种菩萨，他从发心的时候就没有自己了，就把自己的身心一切都供养给众生了，没有自己了，利益众生是这样利的呀。那些大菩萨行菩萨道，什么叫披甲精进？就是发大誓愿，甲是百千亿劫，咱不说这么多了，一个大千劫，大千劫，大千劫是好多年呢，没法计算。在佛经上这样计算，佛教授我们，人的寿命从十岁开始，过一百年争一岁，过一百年争一岁，争到人的寿命八万四千岁，这叫争劫。过一百年减一岁，过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如果人的寿命的十岁，这一增一减叫一小劫。劫是什么呢？印度话叫劫波，劫波翻译中国话叫时分，时间的时，时分。这个光说劫，把波字撂了，全文应该说劫波。时分在佛经上讲没有长没有短，
从什么地方建立呢？从众生心来建立的。佛讲经时候这是一时，没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呢？一时。什么一时呢？因缘契合了，有听的佛就说，有缘的时候，这样一时，因缘契合了，就这个时候，每个法会，因缘成熟了，就是这个时候，这叫时。刚才我讲这个一增一减，这叫小节。这个时候，他拿计算机算过多少亿万年了，我记不得了。这一个小节积累到一千个，这叫终结。把终结再积累一千个，叫大节，叫大节。一千个大节，一千个大节，这个时间咱没法算的，不是咱们的智力。等将来大家读到《华严经》的四界成教，阿僧祇品，阿僧祇品专讲数字的，那个数字啊，就以我说这个经过这么算的，这是做一个基础，这是基数，就是一个亿，在这上来算去吧，增长数字大数有一百多，大概124个吧。在阿僧祇品说了，那不是凡夫的自力所能达得到的。我们说这个一千劫，一千大劫是作为好长时间呢，一日一夜。现在我们人间的500年是天王的一日夜，是天王的一千年，倒立天的日日夜，倒立天的一千年，夜幕天的日日夜，夜幕天的这个一千年，斗率脱天的一日一夜，这样算起来，说天人那个寿命啊，比他们就长的多了。如果你堕地狱的时候，这个地狱的时间跟人间是不一样的了，那个算法是不一样的，他那个是更长了，更长了。这个数字啊，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发了大誓愿了，等于披上盔甲了。随着你这个誓愿去利益众生家，随着誓愿利益众生的。那大菩萨为了度一个众生，随着他这个有缘的，就经过地狱好长时间，把他度了。他不舍一个众生，像这种普遍的说法，普遍的说法，这种善根，种善根，那普遍的种个因。如果你要一直度他，追逐不舍的，那是大菩萨的愿力。但是菩萨就度这一个众生，不是的了。大家知道菩萨要化千百亿万身，对众个众生一个化身度他，对那个众生一个化身度他。所以观世音菩萨化现的千手千眼，两个眼睛两只手度众生忙不过来，那怎么办？化现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够用吗？一万只眼睛也不够用，十万只也不够用，他能化现无尽的。像地藏菩萨化现的，文殊师利菩萨容易千劫誓愿，文殊所化现的，地藏菩萨所化现的，文殊菩萨是算一千劫都算不出来。那一天到地藏法会，到佛说地藏经的法会都不能尽数，化现的多，因为众生多他化现就多。化现就是什么呢？就是作意，他心里一作意，就跟着你这个众生度你，那到把你转化了为止，这叫精进。精进是度众生精进而不舍，生生世世度众生。
但是视线什么神都不一定了，或者视线比丘尼神、视线比丘神、视线优婆塞神、视线优婆夷神，乃至于视线的飞禽走兽，大菩萨都视线。那个众生堕了，他要度那个众生堕了畜生道了，他也就随着他去化现畜生来度他。文殊师利菩萨化现猪，猪的名字叫百合呀，要专门度那些个猪去了。懂得这个道理了，这就叫精进。我们把精进讲的啊，今天我24小时，我夜不捣蛋，日中一时，我跟你讲，这叫精进了。这个精进太渺小了，算不上精进的，算精进。精是纯，如果大家修念佛法门，只修念佛法门，我读《华严经》也是回向极乐世界，读《法华经》回向，不论我修什么，乃至上殿、过堂、吃饭、穿衣服，都是回向极乐世界。那天我说一个，我说上厕所都在回向呢，都是学佛法呢。有人跟我说，老法师你说的不对，我们上厕所不是那些个地方很脏的。我说你啊，一念咒就不脏了。我说你都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净恨篇，咱们快讲到了11卷。但大小便时当愿众善，弃贪嗔痴捐出罪罚。你到厕所也在度众生呢，让众生把贪嗔痴都去掉，一举一动起心动念都在度众生，这叫什么？这叫精进，这才叫精进。不过咱们是大概说这些的，这精进度每个十度将来都单讲的，到后文你听那普贤菩萨怎么讲十度，文殊师利菩萨怎么讲十度。文殊师利菩萨叫善财童子53禅，十度啊，十度还有53个位子呢，对，差了53禅的，里头都是十度，那十度，53位菩萨所说的十度都不同，你在信位菩萨怎么行这个十度？世界引进禅，慧方愿力智十度。赶你到一位一位善知识所说的十度都不同。都不同。他一位有一位的行十度的方法，一位有一位行十度的方法，那叫究竟成佛了。佛度一切众生是用些个什么善巧方便，那你学不完了。没有数量，十度变成一度，这叫精进。佛九修行无量劫，禅定大海普清净，故令见者深欢喜，烦恼障垢悉除灭。是讲定啊，六度的禅定度，定度。梵语叫禅诺，印度话叫禅诺。梵的禅诺这么华严叫静虑，静虑。定的名字太多了，静虑、三昧、观照，都是启发定的。什么叫禅定呢？等词，等是平等。平等什么呢？一切法都平等，一切的咱们所说的一切散乱呢，就是禅定。禅定，我们把它翻成禅定。单说禅就是静虑。禅定的大海，禅大海，让它全部都清净。禅定。有功夫的，有禅定功夫，人家见你就生欢喜心。为啥？
你烦恼障、业障一些障垢全消除了，全清净了。我们都会面观世音菩萨的心经，观世音菩萨心经啊，恐怕信佛的弟子没有不会背的。但是能入到心经，体会到心经，懂得心经，那可就少之又少了。心经就是定，就是禅，它静虑，就静虑思维。思维是什么呢？观照。咱读心经上第一个字就是观，观是什么呢？是定。观怎么是定啊？观不是动态吗？观即是定，观就是静虑，静虑就是思维，思维就是禅定。思维什么呀？告诉你了，他用深般若波罗蜜啊，观自在菩萨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人的身体就是五蕴合成的，五蕴合成两个，就是色法跟心法，受想行识是心法。色呢，形形色色的，凡是有相都叫心色法，就是色心二法。他用深智慧，深智慧就是深般若，深般若是哪儿来的呢？观呢，就是观来的，是观。他因为修深般若的惯例，达到了，达到什么呢？自在，自在，自在就解脱了，成了佛就是自在了，是吧？你要观呐，你就自在；你不观呐，你不自在，你就在烦恼当中，你怎么会自在得了啊？观嘛，就是你静下来，啊，遇到你，咱不说出世的事儿了。说世间事儿，当你遇到最不幸的时候，你坐这想一想，观一观，回造一下，什么因缘发生这个事儿？因缘所生法是假的，我说即是空。财富失掉了，亲人死了，突然间死亡，离你而去，缘尽了吗？因缘合合法，缘尽还分手，各自寻门走。不过缘成了，大家逮个盹儿。像我们经常的这个讲堂，就是三四百人呢，四五百人呢，最高的一千人，完了散了。当然，这一年当中，逮这个里头的人出去了，也有死的，也有不退的，也有退了道心的，变化很大。咱们每个人去了解。这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小集体，像大者上千上万，说一个国度，说在这个世界六十个人，咱只看见六十个人呢，没看见一个世界，这连个小千世界还不够啊，这只是一个小千世界的四大部洲，60亿、600亿、6000亿、6万亿、60万亿、6000万亿，往前推去吧。无量无量的众生，多得很。咱们是光看人呢，要看一些众生。咱能算出这个世界蚂蚁有好多，蚂蚁种类有好多吗？佛当然知道了。苍蝇有好多吗？蟑螂有好多吗？老鼠有好多吗？老鼠比人不晓得多的好多倍，哪儿都有老鼠。您看见过吗？飞禽跟走兽，就是老鼠跟那天空的飞鸟，他俩做伙伴打伙合作。怎么合作呢？夏天时候，这些飞鸟到各地采集粮食，让老鼠运到老鼠洞里头。
夏天为什么采集？冬天飞鸟不能出去了，它采集老鼠洞，这个鸟就落在这个老鼠身上，这个老鼠就把它运到洞里头去，冬天了它就闭关了，飞鸟不能出来了，大雪封山，什么都没有了。那老鼠呢就享受这个飞禽运来的粮食，冬天就在里头大家共同过冬。这个你从印度到西藏到帕里，帕里这个地区山上是6000多公尺高，一年呢就有这么几个月的时间，2个月时间，这个地儿没得雪。那鸟怎么生存呢？那飞禽，那鸟大概体积跟老鼠差不多，老鼠就跟那鸟打火，老鼠一到这个时候，鸟都飞出自己采集粮食运到洞里头，雪一封山了，老鼠跟那个鸟都这到洞里头去了。那老鼠负责什么呢？给它打洞盖房子，就等于我们盖房子，打洞打得很大的，那鸟都进到老鼠洞里头休息。那夏天嘛，飞鸟就产生，就是鸟鼠同穴啊。我到那儿看到这个，我很奇怪了，子喵同学，这个世间的众生跟众生的合作关系非常的复杂。以前那前母亲看着美国人、欧洲人，200年前，怎么能合作呢？红头发、绿眼睛，眼睛是蓝的。还有你到那个美国去看，红种人叫印第安人，白种人嘛，当时欧洲人，还有非洲人是黑的。我东方的人去了都是黄的，五颜绿色。现在呀，大家合伙开公司，大家这是不可想，这才就我这个年纪啊，我十几岁这个现象没有呢，现在都变了。你懂得这个道理了，不止人类，一切众生类，飞禽走兽，那菩萨大菩萨都度众生的时候啊，他的惯例都观想到，这叫惯，惯就是禅定。佛是修了无量劫了，时间没法记了，禅定大海普清净，他那心呢才定，才成就了。我们因为禅定得坐下来，眼睛啊，3分的睁，7分的闭，6根呢都停歇下来，这叫禅定。这个禅定是小的，换句话说不值钱，不值钱，就是很低级的，天人都有啊。4禅8定是天的禅定，天不有4禅天吗？初禅天、2禅天、3禅天、4禅天，看你定的功夫如何。这个禅是不取的，华严经是什么定啊？观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天天度众生，常在定中。他有时候现这个相，有现老比相，有现老者相。文殊菩萨在这满山净现老者相。听个老能眠，很脏的，穿得很烂的，你这才是文殊菩萨化身啊！你没有这个慧眼呢，你用不到。不过你有这个慧眼，一看那就是，这是文殊菩萨化身，就认得。因为他在空中真空所现的都能认识到的，这些叫大定。佛毗卢遮那佛入是定中，可现在1000亿化身的释迦牟尼，咱们这个世界只是千百亿中的一位，化还归一体啊，是在定中啊。大菩萨的定是在的工作当中，是在定中工作的，他心不散乱，意不颠倒，他能化现无尽的深云。谁要见着谁生欢喜，为啥呢？能见着菩萨的化身，你烦恼就断除了。你要烦恼没有除灭，你怎么见到菩萨的化身呢？见不到，幻说没有缘。这是怎么来的呢？是从你清净的心，说为什么净律叫等慈，
平等一切法，种无量义，实性不舍。无量义就含着一个当中，平等平等，什么平等呢？性，就是咱们最初讲大方广佛华严的大，大理具足的大方广，四体相状，就是这个平等平等，一切众生都具足，一个蚂蚁具足，跟诸佛平等平等，等次，禅定是把一切众生平等因此。这里头含着无量义，此一切法种无量义等次，这个是什么？是相。禅定呢是安住不动，这叫禅定。但引发出来智慧，定能生慧，引发出来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度一切众生，给一切众生说法，给一切众生解缘，一切众生都生大欢喜，那烦恼障断了，锁智障也断了，烦恼断，二障捐除，贪嗔痴都没有了。所以翻译名义很多，各有各的用处。所以咱们说三摩地就是禅定一种啊，他是特别境界，在某种境界上他对简而说这个叫三摩地，但是总说就是禅定。三摩地什么呢？没有散乱心，心不散乱，意不颠倒，就是散业的身口意绝对不会颠倒。在对法论上说，散业同时并用，心里在打主意，口里在说，身体也在做，三业并用啊。你看那个每个技工每个教授，他一边口里在给你讲，身体也在做示范，他意义也必须得当，意义不到讲什么，口是个工具啊，口说的时候得意到啊，意不到口说什么。懂得这个意，懂得这个道理了，说一切法经常的常住不变，佛的三业常住不变，身口意三业怎么为什么不变呢？常在定中，能且常在定，你懂得这个义理了，你如果看能且经，看圆觉经，那上的说的就非常的圆满，非常的圆满。每个经，华严经是总摄的，总投入的。这时候你办于立生的事情，一切众生见你啊，生大欢喜心，他得到法乐的乐，法乐，闻法的欢乐，跟你世间的欢乐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儿，两条道，两条的车路，你往太原去，我往石家庄去，这两条路绝对不能走到一线上去，走到一线上去走错了。要从咱们中国的环境总环境说，管得你走到哪儿去呢？反正你没离开中国的国界，就这么个含义。这么含义，就是你始终离块定，离块定，这是定的体了，定的体了，它的用呢，它的相呢，一般的我们说定，这入定了，就是坐着或者是倒着，但是有些个看见人死亡了，实际他入定了，释迦牟尼佛涅槃。他达到不生不灭了，你看见他是死了，是你看，你看，你看佛入灭了，实际上佛还在灵鹫山说《法华经》呢，现代还在说《法华经》呢。释迦牟尼佛化身
还在菩提上说华严经呢，华严经永远不散，法号经永远不散，其他的法会嘛，有缘就现了，无缘就散了，法华经、华严经永远的都是有缘的，都不散。为什么我们到那儿去了，山上广像五台山就是石头啊？对，你看见别的了？一万菩萨摇清凉，就是戴乐顶，每天都有一万菩萨在那儿摇，你看见了吗？你理解吗？就这个含义，定就是这个含义。但是由定能发出来种种的神通变化，能变一切有利于众生的事情。所以发心修道，发愿成佛，行菩萨道，目的只是利益众生啊。大家懂得这个含义就行了。你发心，你学法，你发这么个心，我为众生学，我求得道，我为众生得道，得道才能度他们，是吧？一切出发点是为了于众生。咱们经常解释大慈大悲啊，你这样用心呢，才叫真正的大慈大悲。念念的思维想象，它是为了众生啊，为了众生得度，我成佛修菩萨道，为什么要利益众生？我发心出家，我发心出家不是为了我自己图难见，我是为了众生。我学法，学法为了众生，我学会了才给他们说。念念之间是为了别人，这就是菩萨，这是大菩萨。小菩萨呢，他这个也为了众生啊，也为了我自己，先为自己，而后才说的为众生，把自己摆到第一位，把众生摆到第二位。他还好，没忘众生，忘了众生的，寡是自己，不是菩萨了。说了生死，那是俄罗汉的事儿，菩萨没说了生死，菩萨不了生死，他了了生死，跟众生结合不到一起，他就生死轮转当中度众生，他不怕，在生死当中不畏畏，不畏惧，不畏惧生死苦。能够给众生一切无畏，这才叫大菩萨。大菩萨从你发心修道，大小深浅都从你发心来定，你心里怎么想，想什么，想的是人家，让他们得快乐，大菩萨不为自己求幸福，但愿众生得难乐，这就是大菩萨。你经常这样用心，见着你的自然就生起欢喜心来了，见闻者都能生欢喜心，这就是你修禅定，住在法乐上头，用你的智慧来断一些魔惑，说见你者惑消灭，能够见到这样的菩萨，你惑就消了。咱没有见到菩萨的这个德，还没修到，但是你能见着菩萨的相已经不容易了。说相是假的，你见着真的还是假的，懂得这个吗？这假象你怎么理解呢？化身，菩萨的化身，观相观音菩萨化身，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化身。一打开这个经本，这就是诸佛菩萨的大菩萨的化身，也是你自己的化身。我跟你说，不是我。我说的是毗卢遮那佛所说的，我说的这一段是普贤菩萨所说的。那我在这定个什么名字呢？
代言人啊，替代菩萨说的，你们去说也都是入世，人人都入世。等我成道了再度众生，这是一种说。那是你哪年成道啊？那时候让众生不知道受的好多苦难了，是吧？等我学好了再度众生，那晓得你啥时候学得好。这辈子学不好了，这辈子就不说了。那怎么样发心呢？预缘啊，你在那个普陀寺佛学院住过的，普陀寺修行很好的，你给我们讲讲吧。啊，我们怎么样离苦得乐呀？我怎么消灾免难呢？啊，我家庭最近很不好，病人很多，啊，我生意不如意，做了就赔钱，赚不到钱。师父，你帮助帮助啊！跟我说，你说什么？你要不要说？啊，你说我没学好啊？他说等你学好啊，我生意赔光了，我这病人找死了。等你学好了说吧。你能够给人家念声佛也好，也是说法啊，亲人啊，你多信佛，多皈依三宝，多念佛，佛菩萨会加持你的，我没得用的。其实你客气说，实际上你念念佛，念念经，效果都是有的。但是有一样啊，千万不要啊，我给念经，先想到他还很有钱，可能给我个红包吧，这就完蛋了。怎么了？福报智慧加持力，有是有，非常小了，作用不同了。千万要放下，只要放下呢，一切名闻利养都没有。你求我的时候啊，也不是你求我了，有缘啊，那谢谢你成就我的道业。看见师母度众生，实际上是众生度不慢，那你快点成佛，你心里做入世想，效果就大了。第二是一个季节，天气啊很好的，朝山的很多，你都要看看我，不要人家看吧，人家会不高兴，让人家看吧，哎呀，看看我，我就很没有，我这个就很忙了。这要看看我，那要看看我，都来看我，看什么？一个老头子嘛，老和尚嘛，老的，老人就不像年轻的了，动作迟缓。你看这线上老的还好，没有什么很大的那皱纹，60岁多寿老的都皱的了。有些个毛腰攻肩呢，还说话呀，还讲课呀，气儿都没有了。现在我说说讲两课的时候好像还很有气儿似的，讲一课气儿反倒少了，那么讲三课呢，那不行了。什么原因？叫大家参啊，大家参。精神变物质，懂得这个含义吗？讲课是物质，靠什么支持呢？靠你们大家加持我，你们大家加持我，支持我，这是精神。我说你没给我什么东西，支持我什么？你给我东西我也收不了，也用不了。精神不可见的，不可见的力量比可见的力量大得多。你们大家都啊，老和尚，你多活几年，把《环境给我讲完，你可别死了。这就是加持力啊，这精神的加持力。其实是你们加持我，讲是我给你们讲，好像我启发你们，不是的了，是你们在加持我。这是互相交换条件，咱们互相交换条件就这样。今天讲这里。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
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时机，享受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荣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台湾燃灯功德会。本会以宣扬佛陀燃灯功德为宗旨，意在激发众生的菩提心。佛陀的正法宛如一盏带给众生温暖的明灯，除了推广点灯供灯，并凝聚人人燃灯的一念善缘，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那份光明。功德会主要以推广点灯供灯，提供社会大众一处燃心灯发善愿的平台。成立至今，国际百万菩提心灯海内外共点36,767,314盏，国际佛前供水海内外共18,032,2215杯。希望借由燃灯供佛的善心善行与善德，普为天下生命燃起慈悲、真理、平等无争的光明。此外，为了培育传递正法之炬的优秀僧伽青年，本会已积极护持国内外各大佛教学府，无论南传、汉传、藏传等各语系正信佛教学院，皆为本会护持之对象。同时，在设伏方面，本会将投入国内偏远地区学童的教学基金及生活资助，以及海外急难救助，如2015年的尼泊尔赈灾，本会皆积极投入救援，让慈悲的信念无远弗届地触及全世界。而为改善国内街友及贫户生活，本会并向各地素食餐厅购买餐盒，或在国内各地成立随缘素食餐厅，免费供应饮食，爱心素食免费便当。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0年4月30日中午止，海内外免费结缘173,3488份便当，宣导吃素的意义，传扬人间慈爱温暖。此外，还有辅导街友就业，重新适应社会。近年来，也加入慈悲关怀老人、老弱病苦关怀，亲至安养院或老人之家担任志工服务。自2005年6月16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1889场。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恭送普门品暨佛前大供，下午大悲忏暨慈悲施食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10月17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兰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新逢小神通月、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礼拜三昧水忏、护身暨小蒙山。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0月23日星期六上午9点，地点高雄生命书坊，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电话0722123230722123。0722123230722123，法会备有消灾超荐，欢迎提早填写。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风日晴和万里无云，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有如佛光加持庇佑了每一寸土地。由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与联合起源蔬食餐厅联合举办之全台行动共生，来到了热情的南部高雄区的山林区以及沿海的林园区。此次南部地区共生的第一站，来到群山围绕的高雄山林区大爱村月梅文化公园内的活动中心。随着炎热的南台湾高温热情也跟着升温，同帐广场内工作人员正合力准备着贴心的共生礼袋，接待来自因共法师，并仔细核对资料。本场因共法师来自大高雄大树区、内门区、六龟区、田寮区、美浓区、甲仙区、山林区、旗山等地区的法师，而一路陪伴巡回共生行动的起源联合蔬食行动共生餐车，更一路南下，在旁准备着美味的共生斋食及素食汉堡，香味四起。法会恭请战神法师慈悲领众，以及感恩慧公法师慈悲指导。法会中，大众齐心恭诵心经祝祷，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祈愿观音慈悲回向诸法界。因供法师排坐在石阶上，供养者整齐入列，至诚地顶礼供养诸位法师们。战山法师于法会中提醒每天回向一切的人事物，每天好晚上想到我们今天接受的供养，希望都回向给菩萨们，一切的人事物改变一切，是我们以前关系可以慢慢的解除，我们也希望一切世界更和平安乐。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执行长吴秀慧居士与起源联合蔬食董事长萧梦莹居士也向大家说明了此次南部共生的因缘。翌日一早，行动共生团队来到第二站工业重镇林园的普愿寺，感恩普愿寺住持静音长老尼提供场地，让行动共生得以借地做功德。由于因共法师人数持续增加，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为了让每一位法师们都有机会能够接受行动共生团的供养，本场次以原本预计的二场增加到三场来进行共生行动。这也是巡回行动共生第14场，将供养来自林园区、大寮区、鸟松区、小港区、凤山区、左营区、前镇区等地区已报名因共的法师。今年第几次因共？好像第一次哦。今年第一次来。第一次。第一次。疫情影响，因共法师有别以往的中北部共生，在今年得到了第一次的因共。在林口、台中那个乌日阿克雷萨彰化体馆，我差很多，好几场都没有，都没有办了、啊。本来是很庄严、很殊胜，现在变成都没有了。有感于此波疫情，出家众受到影响，普愿寺住持上敬下音长老尼特地于请示后表示深深的感谢。非常的欢喜，来到这个所在修仙，我带给咱的普愿寺内会众，来用了12万分进行敬虔，来欢迎咱诸位来到咱的普愿寺。今天你来到来到这所在呢，那不是咱慈悲有智慧的这显灵者来跟咱借着这个福德因缘，咱也无今天你
有这个殊胜因缘，诸上仙人来聚会一处，这就是我为托得到的心，非常的感恩和感谢。紧接着，巡回行动共生来到第十五场。林园区、大寮区、鸟松区、小港区、凤山区、左营区、前镇区等地区已报名因共的法师，恭请湛生法师慈悲主持并带领大众行佛前大供。僧宝是为了住持弘扬佛法而存在，所谓身安而道隆。佛弟子发心护持三宝，无论布施或建寺供养医药或食物，都能令身重的色身得到照顾与安顿，因而可以全力投入佛法的修持、弘化等工作。当日午后，来到了巡回行动共生第十六场，冈山区、鹿竹区、阿莲区、林雅区、古山区、新兴区、盐城区、旗津区法师们已就座，恭请湛山法师带领大众恭送普门品，并齐口齐心恭送着观音菩萨圣号。现场音声响亮，摄受庄严，诵经功德圆满。本场嘉宾也已抵达会场，平日繁忙于海内外的明光长老风尘仆仆特地南下为行动共生主持，并于接受供养后开示道。生命电视台这个慈悲置业的团队啊，大家发起这个巡回啊行动啊共生啊，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几乎在农历的七月十五前后啊，我们都会有举行全国性的斋僧大会。那去年跟今年呢，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啊，北中南的全国性的斋僧大会呢，也都停办了。那这一段时间呢，听我们修黑居士呢啊，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巡回行动共生呢啊，那已经进行了几天了。刚才在从高铁他们来接我的途中呢啊，就了解到啊，我们这个在每个地区，彰化、南投还有北部啊，那这几天呢，在高雄啊，那听说还要到屏东去啊，那早上我们进行了两场了啊，下午是第三场啊，所以很高兴有这个因缘呢，来跟大家见面。佛法僧三宝是我们皈依的对象，是我们真上的功德田。有礼敬三宝，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功德。非常的殊胜啊！虽然人不多，可是大家都非常具有这个发心的心，然后护持的这些居士们呢，也非常的发心，可以感受到他们非常扶持这个佛教，然后对于佛法的这个传承呢，他们也很具足信仰。我是觉得在这段疫情时间呢，能这样做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很难得大家同心协力，希望能把这些疫情的这灾难呢早日平息，那大家好好的福报增长，好好恢复以前的安乐，那大家呢就是每一个家庭的都很安详的过日子。以修行我护法，巡回行动共生站。生命电视高雄采访报道。你找到呼噜不平庸忙着送报的银行找到我说可把不记得这个给我们，可是可把有嘛的，这个是能记得这么久没得了。女儿阿姨是不是给我记得做当好了的？这样好了结果嘛，好了轻松了，感觉过这个的。这个呢，如果给我，你过不了，你可能看啥样嘛我，
俺这个院子你把厂房的你能跑了个平这个的人三级人出吧甚至你这种娘子吃个药嘞三级个干嘞一直给我你跑了就是生命出过个的让的人让个大人让的就拿进你没喝过我们家呢我给我嘞我就是妈妈应该这个人生经常的苹果上跑了就是你三十岁那把你大家生这些那个药嘞干嘛就困难呀这些苦了你平庸进步的所以小岗人苦了苦了的送菜那个得把菜还进步了小岗人苦了的苹果家里人花钱没够送回来可是像我苦了苹果有啊的哦我苦了的咋进步呢苦了苹果有所谓的花钱没够送回来这是苦了平庸进步的这是送的里面苦了送的里面这是我们也就给我了这呢一个哦苦了送的也不接受了这是长期的呢我说你上次的我家出去有人推上去到出去同样做啊就别提他了真好了别人提他了三个人家把你杀拉了东西拉上你上街的地两次就嘎啦没了他们人都好了你把你真好了些穷嘛我就真好了穷穷的地道你就过得呢你啥管的就生马英把吃个药也马英把那上街跟着人身体就不好上马的年纪也是多年了，身体就把它变了样。他们这个上的群众，看松看了嘛，那么说什么呢？这种轻松，你过来的过去身体就来了嘞。这龙啊，医生盯着我一个个啊，上级们吃把药嘞，这下现在嘞。护身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